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又是龅牙，错，这可不是龅牙，欢迎大家来到，这是能给我带来幸运的牙齿，懂不懂？能不能有好运气，全靠这颗牙了。那么，来打个小小的广告啊，看舞蹈就在993，全网集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呢，左上方有一个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啊，谢谢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勾，大家点一点。头顶有一颗黄色的心，守近乎，把这颗黄色的心点亮。脖子上的创可贴，谁把创可贴贴在脖子上呀？现在不可以跳加特林。那么这个时间给大家跳一个刚学会三天的舞蹈，它不是很激情，但是它是新的，最新的单曲，然后大家听听一下吧，好吗？爱你们，公屏可不可以？公屏可不可以给我点面子？一会儿让孟涵把大牙都笑掉了，你们老是这样说我，过分。等一下，我找音乐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还说的这么大声啊？天哪，真是过分。好了，这时间大家点一点麦序上的关注啊。走近乎点击头顶那颗黄色的心，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勾一勾。
然后呢，五四五四哈巴天的乐通日大点一点，不要叫唐妹妹，谢谢。讨厌嘞，这个嗓子说话不是很利索，因为他病了嘛。哎，时间好多啊，我们休息20秒吧，时间好多啊。不许叫唐阿姨，不许叫唐大脚，不许叫龅牙糖。奶奶也不行。那么糖别的。行，就当我刚才没说啊，可以叫我的名字，知道吗？我看一下还有这么多时间，那我们选一个其他的舞蹈。我来找个音乐啊，大家稍等一下。不可以跳社会摇啊，我们跳哪一个呢？跳哪一个呢？你个死八婆。好，那我们来跳这个，等一下。这个舞蹈会把脚露出来，你们记得不要嘲笑我啊。嘲笑我的时候我容易笑场，这样的话不太好，好吗？好的，扣一。谢谢啊，够意思，能不能行就看这一把了。
肥肉？没有啊，一点赘肉都没有啊。稀里稀里舞上一档跳过了，上一档我们跳过稀里稀里啊，谢谢大家，帮我点一点我的直播时通知我啊，我都没一点点热，这肚子没肥肉必须的，一丁点都没有，这裤子吧老是往下掉，太肥，每一条裤子对我来说都很肥，我就老得往上拽，累累了，唐八婆，好难听啊，干嘛这么叫我，烦死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那怎么行呀？我要是掉了，你们不就流鼻血了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们在那边流鼻血，我都心疼。为了你们，也不能让它掉啊！不会，压根就不相信你们。好，那么我看一下啊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，不会流鼻血的。那你们偷看我怎么办呀？我怕你们偷看我，不偷看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袋儿往上拽拽，这个胸大啊，这个袋儿老是往下掉。你不用心疼我们，那我也心疼我自己，我怕它掉下来，不会偷看。谁信呀？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舞蹈的时间。咱们来跳，跳哪一个呢？嗯，那一点点有什么好看的？妈呀，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？你这是在正大，在这么多直播间里，这么多人的时候说我胸小喽？等一下，我找一找那个音乐。臭不要脸！哎，我们来跳这个吧，跳一个可爱的吧，好吧？谢谢。点一点我的直播通知啊，跳一跳呢我就下去了，很感谢官方给的机会，也感谢大家光临的993啊，对你臭不要脸，你臭不要脸。